劈腿破玉男的屌照。他是唯一跟我确认过关系的对象，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是把我当成地下炮友，他隐瞒我有他女朋友，所以这样子骗我三个月，我都很不爽。之后他也是耍破玉啊。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破玉症。首先，破玉症不是忧郁症，他是做破事推给忧郁症，等于破玉症。对，他是个超级破玉症。我骂他出轨，然后他就到我面前，他没有道歉哦，他从他的那个口袋拿出一个蹦出来，对我拿下我的蹦。对，就是这一根，他就这个缩小版。对了，我就说，干，你为什么出轨了？他就对了，然后一直哭，然后从口袋拿出这个，他说，然后他从鼠尾草寻找答案，在我面前这样子直接呼下去，我觉得干超傻小的。他出完之后呢，就开始装人格分裂，他在我房间打滚大叫，我就对他发疯的时候，我就拿他的手机，然后开他的账号直播他发疯的模样这样子。然后后来他就开始精神分裂啊，用他的人格传影片给我说出事了。我想说干出了什么事，然后我点开影片就发现说干太皮囊干傻小子，我曾经喜欢过的会将就变成这个模样，可以抓我三观。后来他就是一直同时挽留我跟那个女生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我就说好啊，你如果又来找我的话，你就来看他去。他就带他的真钞袋过来了，我就觉得很悲哀，我都拍下他的真钞袋屌照。之后他也找到我跟那女生，然后超低落的，所以我就把他的那一张屌照啊，然后那个QR code，然后贴在他身上，跟大家一起做。